Hello， 我系 Space， 欢迎大家翻嚟每一个礼拜嘅 Tarkov 资讯快报。呢个星期有好多小嘅变动，呢条影片将会整合一啲个人认为比较重要嘅改变，包括商人物品嘅更新、子弹嘅性能、任务嘅奖励同出现条件改变等等。咁我哋开始咯。本来商人 Therapist 嘅任务 ，Private Clinic 嘅任务奖励系 Fake Item Case。官方竟然偷偷咁样换成普通嘅 item case， 冇明确咁样话俾玩家知道。换嚟嘅当然系玩家们好大嘅反应啦，毕竟有好多人咧未完成任务，由三粒 ledix 换一个 fake item case 变成换一个普通嘅 item case， 都差太远啦啩。咁最后咧，官方都知衰啦，将奖励咧还原成 fake 嘅 item case， 而会发一个 fake item case 俾嗰啲改动之后交任务嘅人。Factory 工厂地图而家人数改为4至5人，而组队嘅上限咧系5个人。换言之，5人组队入场咧系唔会有其他嘅 PMC 嘅，只有 Scav 嘅啫。一个改动令到玩家咧可以5人组队进场解任务，唔会俾其他嘅 PMC 打扰。不过要注意嘅系，而家有bug咧系有机会令到第6个 PMC 进场嘅，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啊。在商人物品的更新方面，545BS 子弹以前我们可以跟商人 Prepper 去换的，现在就没有了。 Fake Weapon Case 由以前35个 Bitcoin 改到现在38个。 Gen 4 Armor 现在需要多一只狮子去换，以前是用3只的。换 VSS 需要的物品都增加了，所以 VSS 的价钱有机会升高。 Beta Container 现在需要用3个方块，5个 Military Circuit Board，一个 ledix 去换，比以前咧简单咗。有一部分子弹嘅性能咧有更新，我呢度咧就针对一啲比较重要嘅变动咧，话俾大家知。总括而言啦，喺556子弹方面啦 ，M855A1 咧变劲咗 ，M995 咧就改弱咗。以而家玩家装备嚟讲咧 ，M855A1 咧会比 M995 好用。545BT 弹的后座力由加5改到加3，用 BT 弹会比以前稳一些。 7.62M62 子弹的准确度减6，后座力由加5变成减5，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准，不过会比较稳。除了 Copper Case 的任务 Collector 出现条件有更新，现在不需要做的任务又多了。根据最新的 Wiki 资料咧，总共包括以下的任务：拼的上限咧由155调高到165，有连去外国的玩家咧，应该可以减少因为拼值过高而被登出的问题。 Prepper 将会在下一个 patch 推出新的任务，任务的内容咧仲未有消息嘅。Grenade Launcher 咧将会在 patch note 12.7正式推出，到底实际的操作是怎样呢？就等我哋好好期待一下啦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個禮拜嘅 Tarkov 資訊 update， 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開 notification， 咁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㗎啦。有興趣睇直播嘅朋友呢，亦都可以 follow 我嘅 Twitch channel 支持一下，嚟傾下偈都得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